启动旋转木马睫毛膏。鬼鬼吴映洁一身桃红色小洋装出席代言记者会，轻薄透亮底妆正是当下韩国最流行的无妆感妆容，淡淡暖色系眼影更显眼神透彻干净。原来是易燕熙360度旋转木马睫毛膏的最新科技，能自动刷出无妆感睫毛。我从15、16岁开始化妆，然后化妆的习惯是从一开始喜欢浓，中间喜欢淡，后面又喜欢浓，再来喜欢淡。那喜欢淡的时候，我就接触到了易燕熙这款睫毛膏，可以画出若有似无的睫毛，然后它非常的轻，也不容易结块，防水、防晕、防油，所以就是这款睫毛膏是非常适合我的这样子。那以前手残的时候可能画出怎么样的妆感？会画出吸血鬼的妆感，就是上面黑下面也黑，就是很吓人这样子。那这款便利的地方就是不会变成吸血鬼，会让你变成像我一样漂亮。易燕熙360度旋转木马睫毛膏独创自动旋转功能，就算手残也能画出根根分明长睫毛，再也不担心蟑螂脚或晕染，快乐眼妆。我们是就是特别有跟那个韩国的新密团队就是做配合，研发出就是像韩国女生那种无重力的长纤维。那并且就是大家知道，就以前传统的睫毛膏它都是手刷型的，不像我们就是有新的360度自动旋转。那它其实经过了10年的研发，然后并且都有取得日本跟台湾的专利，对，算是一个全新型的一个未来的睫毛。粉色外盒包装以及珍珠白搭配玫瑰金管身更显质感。现在到易燕熙官网订购还独享200元优惠，要画出像韩妞一样的无眼影妆容就是这么简单。